叫约定三更啊梦啊。在少年就是将谁与众啊？啊！也不过是林峰摇山可以用啊！我非青年，谁轻啊众啊？
相公的陵墓黎阳之德呢？若为良真，佢又意于美哉少年啊！这老夫可以倒贴中年，完美梦啊！相爷，虽是有金之美，亦易受聘礼咯。虽有千分之情，亦难再话意思啊！今朝半少年偶见而已，都未尝三世之恋，更何论为一世相逢呢？为娘此语用于为妻，即尚无背离；用于作妾吧，不如属放阿婆。妾者小姓也，气清则明，阴离则灭。所谓娶妻迟终贵，养妾必以如情者。朝可以寄赠于人，晚可以收回还阳。于我于人，一为我决，必实无节之可言嘅。为娘啊，你是错是齐，对老夫实无关轻重啦。哎呀，相爷，是无饱学不全，女无真情难悟得，解不真情事，去朝半少年。Thank you.
我。Oh, yeah.